主料，腊肉200克，魔芋300克，辅料，大蒜10克，盐5克，花椒3克，姜10克，泡椒30克，洋葱50克，生抽20毫升，料酒20毫升，蒜苗20克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新鲜魔芋切片后入开水中捉一下捞出备用，锅中烧水放入花椒，开锅后下腊肉片焯一下，热油爆香花椒粒，下姜蒜、泡椒和洋葱炒香，下入腊肉片煸出油分，加入生抽，淋入少许料酒，炒香后下魔芋同炒，加入盐，开锅后炖半小时，加入青蒜段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魔芋需要炖一会儿才会入味，所以有时间可以多炖会儿。二、泡椒不可少，它用来炖肉会更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